前面是扭结的，所以非常多人喜欢，然后又不贵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透透的吗？看到它透透的吗？它呢非常的便宜，然后又可以防晒，又是条纹。那不喜欢一字领的人，它其实是一个大圆领，后面有一个这样子以上的提花线。好，然后呢，妞妞就喜欢穿斜肩或是一字领，我就会自己去改变它。好，然后衣服完全不需要内扎，因为它前面就是做短的，然后有一点扭结的感觉，非常非常好看，这件大家一定要买。或许有人觉得妞妞我现在穿不到好热，但是现在不买之后就没有了，这是一个比较处于两难的阶段哦。这个真的一定要下单，这个卖的非常的好。我真的都还没有介绍就卖得非常非常好。那主要我刚刚有讲它是防晒薄透啦，还是很多女生怕晒黑，有时候会穿长袖出去。好，后面就是后背上简简单单，完全都不用扎，可以遮扎，就是遮半个屁股，前面完全不用扎，因为它是扭结的。那你想要穿一字领就微微的拉下来。好，不想的话就是正常的圆领，平常上班就可以穿，跟姐妹出去可以穿。